这一招啊，叫做将军威风，一扫千里风霜。威风个屁！分明就是土匪猴子。好帅！这一招叫做将军一剑击溃千军万马。明明就是女悍匪拔剑，震碎人伦节操。老天快降下一道闪电，劈死这个混账东西！君王回来了，君王回来了。相公回来了，江姐，来了吧？我没事。来，将军，我来了，喝点酒吧。来，平时我在家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这么热情啊？玉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这耍剑也耍累了，好酒好肉都来了，来，喝点酒。耍剑？我看你是耍帅吧？老子只想把你们四个红杏出墙。 企图气死老子的媳妇儿，妾室，通房，通通给休掉。我行为是粗鲁了一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这不好酒好肉都给你留着呢吗？来，我给你买上啊。哼，我要吃肉。好，吃肉。来，我给你捡一块瘦的啊。将军、郡王，那个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告退了啊。 哦，梅娘、萱儿，你们两个不是约了海夫人一起绣花吗？啊！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瞧我都给忘了。走啊！我们三个回院子，再给菩萨烧两炷香，保佑他们感情升温，千万不要闹和离。嗯，姐姐说的对，最好啊，再保佑咱们三个能一生一世都享受荣华富贵。走走。